请掀开经本，十分天王记诵第八首，如来真身本无二，应物随行满世界，众生各见在其前，此是厌天之境界。这首颂是光严天王他的赞颂。天王所修学的法门是得广大眼，普观众生，而往调伏解脱门。那么他所修学的法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天王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菩萨现的是千手千眼，救护一切众生，眼到手到，决定没有空过的。记诵四句，第一句是从理上讲的，如来真身本无二。如来是从我们自性上说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它是一体。觉悟这种理事佛法里面就称他做佛，称他做菩萨。不明白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迷失自信，佛家称作凡夫。虽然诸佛如来与一切众生有迷悟的差别，可是性德没有迷悟。换一句话说，佛跟众生在理上没有迷悟，事上也没有迷悟，迷悟究竟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现前一念之间，出现前一念之间有这种差别现象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差别。所以佛法里头有讲啊，迷悟不二啊，觉迷不二。这些话都是说明事实真相而已。
真相虽然如是，我们现在毕竟是在迷不在悟。如何破迷开悟啊？这是佛菩萨的事业，也就是佛菩萨的工作，只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而已。众生为什么不觉悟？事出世间甚险，在教学里面为我们讲的太多了啊，说到根本的原因就是习气，无量劫来熏染的习气太重，我们受烦恼的熏染多，接受圣贤教诲的熏习的时间少啊，所以纵然有殊胜的机缘，遇到佛法的熏习，这种熏习的力量抵不过烦恼的熏习，所以生死不断，轮回不断，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自己如果真正能够顺从佛菩萨的教诲，常常反省，常常检点，这是真修行的。所以修行不在形式，要重视实质，实质没有别的，就是反省检点而已。啊，所以华严经上跟我们做总结，教导我们抓住修学的总纲领，无非是忏悔而已吧。无量无边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归结到最后，忏悔法门。人要真正知道忏悔，那你就找到门路了，你就有门可入了。如果忏悔这个念头都没有，无论你怎么修学，你都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看这个地方每一位天王啊，他们都找到解脱门，他们找到了，他们入门了，我们现在门在哪里没找到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普贤菩萨在最后给我们做总结忏悔啊，门有无量无边啊，门门都可以戒归到忏悔，门门都可以戒归到礼敬，门门都可以归戒到供养啊。但是
对我们来讲，忏悔的意思圆满。我们修礼敬也是忏悔，修称赞也是忏悔，修念佛还是忏悔，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忏悔啊。所以人不知道忏罪，不知道悔过，那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如来真身本无二啊，是给我们说明啊，性体变满，性德也变满，自性作用啊还是变满。佛菩萨明觉，我们凡夫不觉，觉悟的人就得大自在了啊！体相作用无疑不自在，迷的人虽然性圆满，性德也圆满，但是不得其用。第二句，应物随行满世间，这是说佛菩萨作用自在，我们做不到啊。应物，物是指一切众生，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绝不设时。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有感，他什么时候就有应。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求是明显的感，佛菩萨决定有应。如果我们有愿有求，好像没有感应，这是什么缘故？这种事情很多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开导我，我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大师无问自说，主动地告诉我，他跟我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可是你有的时候有求而不没有感应，那这什么原因？这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不是佛菩萨没有应，佛菩萨有应，有应我们自己没有感触，这个是以后我们读经明了了，我们是显感，佛的应是明应，冥冥当中来保佑你，
但是我们自己丝毫都觉察不到。觉察不到自己没有感受，是自己有业障。所以大师教我必须把业障消除。业障消除啊，这个感应就明显了。那么怎样消业障？总纲领、总原则不外乎看破放下。这是我跟大师第一天见面他教我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所求不能满愿，我们放下不够啊，看破也不够啊。大家听了天目山齐居士的感应，为什么他的那个感应那么明显？我们听他的报告知道了，他彻底放下了。你看他自己说的，他既然上了天目山，要想恢复这个道场，身家性命都不要了，一心为佛法，一心为道场，死也死在山上。于是乎我们就明了他那个明显感应是怎么来的。我们没有发这个心啊，我们还没有把自己身家性命啊放下，没放下啊，所以我们求也有感应，感应就不能像那个那么样的明显了。我们也得佛菩萨的保佑，得佛菩萨的照顾，佛菩萨的慈悲确实对一切众生没有两样，众生的感受个个不相同。像齐居士他那个得的感应是圆满的，我们今天所得的感应不圆满，只是得到一分两分而已。现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没有放下，我们不是全心全力为佛法，不是全心全力为众生啊，所以自己时时刻刻业障现前，我们不能怪佛菩萨不慈悲，不能怪佛菩萨不加持。佛菩萨很慈悲，佛菩萨很想加持，加不上。你自己本身有业障。这个业障呢，就是自己无量劫来恶习气，自私自利，念念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还有一个最大的坏毛病，有意无意伤害别人，最容易犯的
口业，随便的批评别人，毁谤别人，造作这些恶业，自己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造作的有多大的影响，对人、对社会、对众生有多么大的伤害，自己一无所知啊。特别是毁谤三宝啊，我们有没有做毁谤三宝的业？好像是没有，其实天天在造自己造这个罪业，自己并不知道啊。哪些事情是毁谤三宝呢？我们没有能够依教奉行，佛在经典上千叮咛万嘱咐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所做的恰恰是相反，就是毁谤三宝啊！我们不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就是毁谤三宝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我讲过三遍，这三遍够不够呢？不够啊。对僧团里面，对广大的同修们，无论是在家出家，我说过这部经是救命经呐，要常讲，要细讲经典里面所说的全是末法四众弟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所犯的过失，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所犯的过失，你就能够改过。自己所犯的过失不知道，你怎么可能去改呢？知道自己过失是觉悟啊，改正自己过失是真修啊。所以你们听说天目山的这些鬼神希望能够多听经，这什么意思？多听经啊，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言语动作的过失。才有警觉啊。听经听得少不行呐！我跟你们同学们相比，我最殊胜的利益，听经多，这一点你们比不上我。我自己讲，自己听啊。
不听的时候就读啊。你们发现不了的过失，我能发现啊。发现就改啊。啊，改过就增长智慧。啊，增长定功啊。自自然然就得到定功戒、道功戒三学才能够增上啊，戒定慧三学才能增长啊。那么由此可知，都在文法的得力。欢喜闻法啊，常常闻法，你就能得这个殊胜利啊。闻法少了不行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实现，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听众欢喜听的听经的人，跟随释迦牟尼佛不离开啊，做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啊。我们在经上看到1255人，那是出家的常随众，除这个之外，还有在家的常随众啊。出家常随众，这个经典上记载了。为什么呢？他们49年一天没有缺课啊。在家的常随众时间没有那么长啊，有人亲近释迦牟尼佛1年2年，有人亲近10年8年，有人亲近20年30年，很多 啊。古时候是农业社会，休闲的时间比较多，一得空啊，就去亲近佛陀啊，总是想尽方法找时间亲近佛陀，听闻佛法。所以在家出家开悟的人，正果的人，得不思议成就的人很多很多。现在学佛何以不能成就？听经闻法时间太少了，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能把这个原因消除啊，改过来，我们也有像古大德那样的成就，我们也有像古大德一样的因缘。现在的社会形态跟古代不同，现在是工商社会，高科技发达的文明带给我们是什么？带给我们是日夜的繁忙，分秒必争啊。
带给我们是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的增长。纵然是善根福德深厚之人，听闻佛法的机缘呢，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不得已也利用科技来做补救，把佛法送到每个人的家庭。只要你们家庭里面有电脑的设备，有网络的线路，在家里面也能够收听，这个是不得已啊。从电视，从网络，总不及现场，现场的磁场不一样啊，你的感受不相同啊。尤其是诚心诚意短时间到我们讲这个现场来接触，他的感受特别不一样而常常在我身边的人，用功的人，他一定得受用，不用功的人皮带了。这种人也多啊，末法时期更多。我清楚，我明了。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真精进的利益了，不能够精进。懈怠懒散，天天在李老师身边，李老师往生了，他就完全退转了，堕落了。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所以亲近善知识要勇猛精进，要依教奉行，才能够得利益了。我常常劝勉大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成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决定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才有门可入啊，才有路可走啊。如果疏忽了佛菩萨的教诲，看清了，没放在心上，依旧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决定不能成就啊。要知道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啊，没有人来教导你，也没有人去劝导你，说老实话，你也不会愿意接受我。唯一的生路就靠自己自觉，自觉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听多熏习，我们才能够回得了头。熏习的时间少了，
很不容易觉悟啊，很难回头啊。所以自己要不能够认真忏悔，认真的鞭策自己，我们自己这一生还是没得救。纵然遇到佛法，也只是跟佛法结个善缘而已。这一生想成就不可能啊。你想往生，看看往生经里头所讲的这些理论，那些条件我们具不具足，我们能不能往生，自己认真反省检点就清楚就明白了。佛菩萨应悟这两个字讲感应，随行就是随类化身。诸位要晓得，诸佛菩萨没有身相，他的身相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动物是众生，植物是众生，矿物是众生，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众生。佛是以这个为自己的身相啊，所以这个身相叫化身啊。从化身生起报身，报是果报，果报离不开业因，佛菩萨所现的报身还是因果定律，毗卢遮那佛在华藏世界现的圆满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果报从哪里来的？是从他的圆满善因里面自然现来。种善因得善果，他的善因圆满，他的善果也圆满，一正都圆满。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也现的圆满报身，圆满的净土，极乐世界什么样因得什么样的果报，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你看看人家所显示的千亿岁文法，法藏比丘追随世间自在王如来，听世间自在王如来讲经说法千亿岁也。没有间断。他们福报大了，寿命长啊。
世间自在王住世讲经说法42劫，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的寿命短，讲经说法49年。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没有阿弥陀佛的成就啊，听经的时间短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听经的时间长啊，修行的时间长，5劫修行。5劫的时间修什么？修忏悔法。把自己无量劫来的毛病习气一样一样改掉啊。你不改毛病怎么行呢？极其微细的毛病都改掉了，纯善无恶啊，所以现的这个报土、报身、报土，清净庄严，不可思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你要想果报殊胜，你一定要修好因呐。因果决定相应的啊，应无随行满世间，这一句里头重点在满世间，在满这一个字，说明了天王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应以什么身度化，就现什么样的身形。32应满世间的随类化身，随缘说法，没有一定的身啊，没有一定的身形，没有定法可说。这个才圆满的普度一切众生。众生国见在其前，在其前。都见到诸佛如来，都见到诸大菩萨，可是虽见怎么样呢？不认识啊！佛菩萨没有说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没有这回事情。至于什么人能够见，能够知道呢？觉悟的人知道，不觉悟的人不知道吧？在你面前你也不知道啊！等到你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你面前了。我们清楚，诸佛菩萨时时刻刻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我们把佛菩萨这个应化身呢，也看作凡夫啊，甚至于还侮辱他了，还欺负他。这个事情我们常看呢。诸佛菩萨决定不会怪罪于你，为什么？他知道你是凡夫，你的业障很重，你今天所作所为一点都不稀奇啊！为什么呢？烦恼现行，业障发作嘛。
啊，就好比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发酒疯嘛。啊，明白的人、清醒的人不能怪罪他了。啊，他酒醉了。啊，说的些疯话。诸佛菩萨了，就看着我们这些众生一股股的疯疯癫癫的。啊，不是正常人嘛。啊，他非常慈悲。啊，绝不怪罪，而且还是不间断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醒悟过来，啊，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没有法子说，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也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那种慈悲关怀一时一刻都没有中断过，谁知道啊？哪一天等到你修行正果觉悟之后你才明了啊，过去生生世世对不起佛菩萨啊，我们念佛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知道啊，没有往生之前不知道啊。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报答佛菩萨？知恩报恩啊！真正能报答佛菩萨的，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除此之外，有什么方法能报佛恩？啊，受持受持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完全接受，持是决定不忘食，不能忘记，不能疏忽，要保持。读诵就是文法啊，有机会尽量要听经啊，不听经不孝顺佛菩萨啊。我们现在听经不容易做到，有许多同学我讲经他来听经，我们同学讲经他就不来听经了。试问问他会不会开悟？他不会开悟。任何一个人讲经都是代表佛菩萨讲经啊。啊，同学讲经我一定去听。那你说，哎，你是老师教他们吗？我不是教他们，他们讲经我也会去听啊。他讲的不好，他讲的不好对我来说，对我讲经说法有很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他讲的好的地方我要学，我要学他。他讲的不好的地方我要反省，还是帮助我。啊，我不犯他的毛病，不犯他的过失啊。所以对一个真正修学的人通通有帮助啊，怎么能不听啊？你不听
你发现不了自己的长处，也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我们想想啊，法藏菩萨闻法千亿岁，是不是专闻世间自在王佛说法呢？你们要这样想，错了。世间自在王许许多多学生说法，他也一次不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大家听佛讲经说法，有没有听佛弟子讲经说法？决定有啊！同学讲经说法也一堂不缺。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老师每一个星期说法一次，星期三。同学每一天说法，天天都有。我们学讲经一堂不缺。我们要听同学讲经说法。跟同学们结法缘。帮助同学做影响众嘛，自他都得利益，帮助自己进步，帮助同学改正他的缺点，我们听得很认真呢，很用心呢。一堂都不缺。我在台中听了10年，不想听经的人，他决定不能成就。为什么呢？一身的毛病习气不知道在哪里，永远不会觉悟，永远不会改过，不会改过就是不会修行，这怎么行？特别是想学讲经，想学讲经，不先要学，先要学听经。你不喜欢听别人讲经，到你将来讲会学会了，你讲经也没人听，为什么呢？因果报应。所以今天可以说在全世界，我们佛门的同修，尤其是出家的法师，都知道我的法缘好。我的法缘怎么好呢？谁讲经我都去听，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初学老修，我都恭敬去听认真去听我这个法缘殊胜从这得来的。你们不肯修，不肯借法缘，要想得法缘殊胜，哪有这种道理吧？佛菩萨虽然慈悲，也帮不上忙啊！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自己一定啊，要知道修因得果。不修殊胜的因，哪来殊胜的果报？
啊，诸佛菩萨虽然是慈悲，应物随心满世间。今天我见到了，你们见不到啊。啊，为什么我能见到你见不到呢？我修因，你们有修因。所以我们要想得诸佛如来殊胜的果报，一定要先修因呢。因还不是一时的，累积修因。啊，所以果报才圆满，果报才殊胜。啊，诸佛菩萨虽然累劫修因，应化再来，在中国祖师大德里面太多太多了。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富大师，弥勒菩萨再来的。近代的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些诸佛菩萨啊，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实际上也都是诸佛化现的啊，他们应化一生的行仪就像一个普通凡人一样修行正果啊，从迷开悟，从凡作圣。都是给众生示现一个修行的榜样。他们表演的非常逼真。啊，迷就现一个迷的相。啊，欧耶大师、印光大师，啊，年轻的时候都毁谤三宝，啊，以后实现觉悟，啊，彻底回过头来忏悔呀，啊，赞叹三宝，弘扬三宝，做出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呐、啊！我们也曾经迷过要依他做榜样呢，向他们学习啊，这个都是大慈大悲的显示，大慈大悲的教学。那么这是光焰天王他所契入的境界。我们再看下面第九首。若有众生一见佛，必使尽除诸业障，立诸魔业永无余，光照天王所行道。这首偈，清凉大师有注解。
而且注得很详细。光照天王，他得的是超出一切业障，不随魔所作亵渎门。那么他的赞颂，他的心得报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第一句见佛为缘呢，后面两句是见佛的两种殊胜的利益。与佛有缘，见佛了。在我们同学当中，有在定中见佛的，有在梦中见佛的，也有一些缘很深的现前见佛的，他不是梦中，也不是定中。那么我们的业障有没有消除呢？当然有消除。如果业障不消除，你见不到啊。在南海普陀山，许多人到梵音洞拜观音，观音菩萨常常在洞中现象。我一直到今天呢，都没有机缘去朝山拜佛。这个缘分呢，我不如大家了。我受虚名之累呀！想看我的人太多了，搞得我都没有办法去拜佛。那你们有缘分、有时间呢，应当常常去拜佛。这个地方圣依老法师。他到梵音洞去拜过，他告诉我，他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现身，金色身，戴毗卢帽，毗卢帽就像我们通常看地藏菩萨戴的那个帽，戴毗卢帽现金色身，他拜了半个多小时。每个人到那里去看见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实现的像都不一样，这是看个人的业缘，个人的善根福德不相同，见到佛菩萨的身像不一样。你们听寂居士讲他的感应，他到普陀拜观音菩萨，那是拜的观音菩萨的像啊！他拜下去的时候，他眼睛闭着，忽然看到的时候，整个山变成观音菩萨。他再闭开眼睛，闭了眼睛又见到，三次见到。见到的时候，那个衣正庄严，那个时候他不晓得，以后啊到天目山的时候，他所见到的像就是他在普陀山见到的。这说他
跟天目山有缘，跟观音菩萨有缘。啊，东天目山开山的祖师是宝智公，宝智公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缘深呐、还是在临命终时一念错误了，又投胎又转到人间去找这么多麻烦，啊，没能往生得了啊！干这种事情人太多太多了。一念情执没有完全放下，就惹来这么多麻烦。啊，所以情执一定要放下。啊，这叫见佛见菩萨。啊，见有浅深广狭不一样。如果见得深广，事理解得透彻，业障真的尽除了。那么由此我们知道，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讲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接佛。我们忆佛念佛了，就是接佛。心里不想佛，心里头不念佛，口念没用啊，要心念才行啊。啊，心里头忆佛念佛，不是口里头，你这个时候就见佛，这个时候就消除业障啊。这个功夫不能间断，一间断业障又现前，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啊！要想做到功夫真正不能间断，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悟了。一个原因是虽然没有觉悟，他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定的愿望，也能叫他的功夫不间断。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功夫常常间断，间断的时候烦恼起现行，于是我们修学的功夫不得力了，业障烦恼还天天增长，年年增长，没有消除啊！不但没有尽除，你消除都做不到，这个事情很可怕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为什么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天见佛，天天跟佛在一起。
彼时尽出诸业障。那到那里，这个话圆满兑现了。在现前我们的世间，我们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唯一的办法，我们绝不离开佛像。无论到什么地方，佛像要随身呢。旅行，我们也将佛像带在身上。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也将佛像供起来，不离开佛像，我要见佛；不离开经本，我要闻法。无论到哪个地方，一得闲，经便就展开。展开经卷是闻法，是听佛讲经啊。经卷合起来，心里头就忆佛念佛，功夫不能间断呐。光阴比什么都宝贵呀！身心世界。假的，一切放下。忆佛念佛是真的，真的消除业障，假的增长业障。所以我们要干真的，不能干假的。明文利养，丝毫都不能够沾惹，那个东西是祸害啊！要把它放下，放得干干净净。我现在已经进入晚年了，光景无多，我抓得更紧，抓得更牢。我要把晚年这点时间用来整理这些讲记，过去所讲的这些录像带、录音带。有不少同修很难得他们发心把它写成文字，这些文字我告诉他只可以对内部你们同学们自己的参考，不能够出版。为什么呢？里面讲的拉拉杂杂的废话太多，如果要出版，我一定要审查，要重新的删节，所以我要用一点时间做这个工作啊，不辜负这些同学们费这么多的时间把它写出来。我一生不写书啊。所以只是给大家谈谈而已，既然大家已经把整理出来了，我就不能不做。无量寿经讲记是这么搞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正在做金刚经讲记，金刚经讲记的分量超过无量寿经。那么我希望在半年的时间把它完成。哪有时间去搞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啊？我纵然没有事情做，那我唯一的愿望
是找一个清净的地方闭关念佛啊。把誓愿完全放下，尽除业障啊！我也做了一个准备工作啊，在澳洲图文巴买了一个小地方啊，小茅棚啊，啊，预备在那个地方。只要我眼前教学讲经这个事情有人代替，那我就谢天谢地呀！我去住茅棚去念佛去了。见佛的两种利益，第一种正智生，消除业障，智慧就现前；第二种呢，这个第二个利益呢，就是魔原理了。啊，立诸魔业永不渝啊！啊，一定得这两种好处啊！这对于我们现前修行，比什么都重要。常常我跟诸位细说了啊，寄送我们也不能够略述啊，为什么呢？对我们现前修行的关系太大了。我们修行要想在这一层成就，决定要掌握住这两个关键啊，一个就是决定要消除自己的业障，另外一个决定要远离魔业啊，我们才能成就啊。魔，我在前面讲的时候举的是八大人觉经上佛给我们讲的四魔，魔跟业障有密切的关联啊。四魔第一个是五阴魔，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四大五阴，就是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心不健康就是魔障啊，身心不健康妨害我们修学。第二个是烦恼魔，第三个死魔。你看看四种魔，这三种都是属于自己本身的，与自己的业障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业障消除了，这三种魔也远离了啊。那么后外面呢，外面是天魔，天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环境，环境的诱惑是天魔啊。啊，如何能做到不受环境诱惑了，天魔也远离了，你才得真正的自在。到这个时候你的功夫才真正得力，为什么呢？没有障碍了啊！所以魔障没有原理，我们修行功夫得力相当困难啊！这首偈子意思很深很广啊，明天呢我们继续为诸位报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